很便宜。它这个上不来的哦，上不来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从这边慢慢的到这个角度就停止啊，不要上来。到这个地方也是的，我现在都是逆刮呀，我没有顺刮啊。看着啊，我现在都是逆刮的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可以把它提拉起来，看到没有？对，下颌往上。对呀，它这边就刮掉了，对吧？啊，这边也是的。老师的刀好轻啊。嗯，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不着急上来，因为它这个有骨头，知道吧？嗯，一下子上不来，先往下刮。老师现在这个手法就感觉，比刚才那个好记，是吧？那个现在都是逆刮的嘛，嗯、又没有讲解。从这边下刀就不会了。这疼吗？嗯。啊？你别问呐。顺刮不会。顺刮就不会了哦。等一下，那边是不是要再捂一下？直接上蒸汽，沥呛就行了。嗯。嗯，又隔离了。这个地方可以抬起来啊。你刚才跟你说，刚才说法不一样啊。嗯，刚刚是那个给你，看啊，刚刚这个胡子都刮完了，两个这边都刮掉了，很光滑。